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高僧传讲述智勇双全提婆大师。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三论宗又称为提婆宗，因为提婆大师和其师父龙树大师所传扬的大圣中观学说与方法，成为这个宗派最直接的源泉和最核心的精神。而这个宗派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地渗透于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之中，特别是流传最广的禅宗。马祖大师曾经说过，在禅宗，凡有言句，皆提提婆宗。意思是说，不立文字的禅宗，假如还可以说有什么语言的话，都要用提婆大师的理论和方法去理会。可见提婆大师的思想对中国佛教的深远影响，直到现在提婆学说在世界大乘佛教领域依然是具有重要的地位。提婆大师出生在南亚的斯里兰卡，提婆大师的大愿因仰慕龙树菩萨得风，波水投针，归投门下，成为大圣中观的传承者，对各种小圣与外道学说一一破斥，将龙树菩萨的破邪显证发展为破而不立，将二分法发展为三分法。提婆大师的大恨传承龙树菩萨的空观哲学，加以发扬演变，推转出更真完备的中道理论，为后来的三论宗奠下稳固的基础，已有四百论、百论、百字论、三不论书传世。在佛灭一百年后，由于时代的变迁、传播地域的扩展及众生根基的不同，释迦牟尼佛时代那种统一的佛教逐渐开始分裂。首先是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对峙，两大根本部派又陆续分化出许多的派别。部派尽管仍然坚持佛陀的根本说教，并各自适应了不同地区不同众生的机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部派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各立门庭的局面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佛法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佛陀因机施设的各种方便之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佛陀的济世本怀也被无情地淹没了。因此，同时与小圣截然不同的一些新经典相聚而逝，引起无休止的佛说与非佛说的争论，所以新的经典也迟迟形成不了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龙树菩萨和提婆尊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对佛陀学说进行重新整理和诠释。他们针对部派佛教狭义制度的做法，提出佛陀的本怀在于普度众生，而普度众生的关键在于证悟至高无上的佛智。这种智慧的精髓不在于部派普遍坚持的我空法有，而在于
隐世已久的各种般若经中所阐释的我法俱空。法者，宇宙间一切事物、一切现象，法空即一切空。龙树、提婆根据他们探寻到的各种心经的秘典，认为不派佛法尽管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他们都属于佛陀初时为诱导众生而说的小圣之法。由此起步，趋向大圣佛法才是佛陀的真实用心。所以，龙树、提婆、菩萨大胆地冲出各个小圣部派的藩篱，重新组织出一套大圣中观佛学体系。大圣中观学说的核心自然就在中观。为了说明这种法义，龙树菩萨提出了八部二谛、十相涅槃等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提婆继承龙树菩萨的学说，又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广度来看，提婆在龙树菩萨的基础上，从佛陀救世的根本精神出发，以当时南印度广为流传的般若思想为中心，吸收和概括佛教各个方面的学说，组成全面而完整的大圣佛教思想体系，并对一切与大圣中观学说相违背的小圣理论进行透彻的辩驳。从深度来看，龙树菩萨重点在于鉴别当时流行的各派学说，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指出佛陀说教的核心是中道观。而提婆大师更进一步，为了维护龙树菩萨的学说，提出了新的破次原则和破次方法，将龙树菩萨的破邪显证发展为破而不立，将龙树菩萨的二分法发展为三分法，即既破有又破无，还破亦有亦无。提婆大师还提出双刀论法，即对论题从两面进行推论，结果得出都不能成立的结论。可以说，印度大乘佛教两大派别之一的中观学派，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到提婆大师时才得以最终完成。提婆大师生于西元三世纪，为南印度狮子国婆罗门种姓。提婆是狮子国的王子，博士渊染，才辩绝伦，胸怀坦荡，个性坚毅。年轻时即敢于打败陋习，弯曲神眼，成为惊世骇俗之举。年纪稍长，决意放弃王位继承权，皈依佛门，出家修道，为博览三藏，北渡海峡，离开狮子国，去南印度寻经求师。在焦萨罗遇到龙树大师，经过以波水投针的奇特考验与相互体察，终于同龙树大师欣然契会，成为龙树最得意的弟子。提婆大师不但善于口诛，而且善于笔伐，他撰写了大量的破次性著作，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他最主要的著作都以百为总题，百有双关的意义，一是一百之数的聚合，二是破坏。所以这些以百为题的论书都是对大圣以外各种学说的破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四百颂组成的四百论。由一百颂组成的百论，以一百个梵文字组成的百字论。
这三部论书在繁简程度上依次递减，但在内容上则完全是一脉相承。百论为四百论的核心，百字论又为百论的核心。反过来说，百字论可作为百论的入门书，百论则可作为四百论的入门书。三部论书中，百论成为中国佛教三论中所奉的三论之一。提婆大师的佛学思想，无论在印度佛教史上还是中国佛教史上，都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印度，为百论作注、阐发义理的就有十多家。提婆大师学说由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前秦时代鸠摩罗什以长安为基地进行的译传，第二次是北魏的菩提留支在洛阳的传译，第三次是唐代初期玄奘、日照等人在长安的传译。鸠摩罗什翻译了提婆的《百论》二卷和《提婆菩萨传》一卷，菩提留支翻译了提婆的《百字论》以及《提婆菩萨破外道小圣四中论》。提婆菩萨破楞伽经中外道小圣涅槃论各一卷，玄奘大师翻译了《提婆四百论》中的后半部分，形成《广百论本》一卷，翻译了护法对该论的注述《广百论释》十卷。日照主要介绍了印度后来出现的新的三论学说。在佛教发展史上，大圣中观学说在南印度的崛起和广泛的盛行，这一重大历史潮流正是由龙树和提婆两位师徒亲自掀起的。龙树菩萨和提婆尊者针对部派佛教狭隘制度的做法，提出佛陀的本怀，在于普度众生。而普度众生的关键在于证悟至高无上的佛字。在整个佛教史上，提婆是最有威力、最有成效的破次外道的大师。提婆天资聪颖，锐气超群，从六七岁开始便接受系统的婆罗门教育，很快就精通了四部吠陀、六部大论，加之他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富有主见，所以在同辈的王室后裔中脱颖而出。随着学识的不断长进，提婆本人的智富也日渐滋生起来。他开始藐视固有的传统，卑视社会上流行的熟知熟见，就连祖父和父亲对他的一些教导也被他抛在脑后。他学习热衷于理论的探索和各种学说的辨析，他总觉得还有许多学术问题没有解决。提婆悄无声息地离开王室，他只身一人开始遍游全国的行程。狮子国虽然不大，但山川纵横，名胜处处，何况十里不同俗，各地民风奇特，文化蕴含深厚。提婆怀着极大的兴趣翻越一道道山川，走过一座座村镇，如此四年出游在外，提婆眼界大开，收获颇丰。西元1999年夏，提婆回到王宫，国王势利那且一见到分别四年之久的孙子，十分高兴，立即令人为其沐浴更衣，并亲自陪着他
每餐，第二天又领着他到郊外的御花园游玩。提婆将自己4年在外云游的经历以及收获，向祖父和父亲做了详细的叙说。最令他们惊讶的有两点是，提婆这几年所受的艰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二是提婆对权力和政治的兴趣完全没有兴趣。在4年的云游生活，即使提婆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国王父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把提婆的思想尽快扭转过来，国王斯利纳切与提婆长谈几次后，选择了他认为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利用信众最多、最为灵验的天神信仰进行诱导。天神庙就是主要供奉天神，是大自在天，又称自在天王、自大天、天主，是婆罗门教的主神斯婆，被婆罗门教视为世界的本体、万物的主宰。据说凡人间所受的苦乐悲喜都与此天的苦乐悲喜相一致，所以此天喜乐的时候，一切众生居得安乐；此天嗔怒的时候，则众魔出现，国土慌乱，一切众生皆随其受苦。若世界毁灭时，一切万物将归入到大自在天中。这位天神一方面具有杀伤报恶的性格，另一方面又有救护治疗的性格，所以敬为凶神，又为吉神。婆罗门教认为，大自在天在时间上常住，在空间上遍满宇宙，所以有人说他以虚空为头，以大地为身，水是其尿，山是其粪，风是其命，火是其卵，一切众生是其腹中虫，一切生灭涅槃皆是他的变现。具备如此微妙超绝的神格，自然受到很多人的崇拜。那一天，提婆同国王坐在这个御銮上，就是他们的 坐车啊，众多侍卫的环护啊，来到了天神庙。庙门打开，然而四周却不见一位香客在此祭拜。提婆问国王：“这座天神庙灵验无比，香火最盛，怎么不见一人在此叩首？”国王回答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几年不在家中，重回王宫与家人团聚，所以今天天神庙就专门为我们祖孙俩开放。仪式就一个接一个进行，提婆也就一个一个接着坐着，那有祭师们很认真的就是在带领，可是提婆心不在焉。因为他觉得做了那么多的祭拜仪式，可是天神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因为天神庙的天神塑像高大雄伟，特别是天神像的木光用高级玻璃磨制而成，清亮光洁，栩栩如生。更为奇特的是，这双眼睛可以转动，犹如在注视什么一样，只可惜那双眼睛是非常的凶恶，观者无不恐惧。后来他就问国王：“为什么不让我们见天神呢？”那国王就说：“天神威严啊，观者身位，神人相聚，不利教化，见神之面又有何意？”
后来又有一位婆罗门就进一步的解释说，天神之相，至尊至圣，凡俗之人怎能正视，特别是这尊天神灵验无比，威震四方，谁敢不尊，哪个不怕？过去曾有人偷偷的窥看，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所以我们便把天神像关闭于室内，一来对天神也是一种尊敬，二来对众生也是一种防护。提婆心想，天神像隔绝于众生之外，竟然是对众生的防护，这样的天神如何充当众生的救护者呢？把天神关不起来，难道就是对天神的尊敬吗？提婆越想越觉得其中矛盾甚多。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提婆就对天神的教义，因为他的父亲啊，就开始啊让他更了解婆罗门教，所以他就更了解。然而提婆对天神的理论非但没有完全的信从啊，反而疑惑越来越多。提婆是个敢作敢为的青年，他把自己心中的疑惑向国王和父亲一一道出。可是虽然国王父子尽力的解答，依然不能使得提婆满意，特别是众生不能直视天神的规定，更使提婆感到费解。后来他开始骗涉各家的学说，在信仰方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但对天神的信仰还是最主要的，因为他对天神还有信仰，所以天神教义中的许多问题他一定是要弄清楚的。那有一年呢，天神庙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典，这一天是天神的供奉节，就是俗称湿婆之夜。因为提婆的好奇心啊，所以呢他就想要见天神，可是天神的门是关住的。可是后来呢他还是一直往前走，靠近这个天神门的大门哦，最后啊很多人就跟着进来，结果呢天神庙内就人山人海啊，然后大殿的守门人面对那么多的人潮啊，也寡不敌众啊。后来提婆就用力推开那尘封多年的庙门，就走进去了。提婆向天神合掌施礼，他开口说道：我提婆终于见到了天神之面啊。天神啊，天神，您既然是至尊的神灵，就应当以威严和灵验来感动人，使人的智慧和品德有所提高，并为人类降服妖孽，造福社会。可是你却凭借黄金来为自己添光加彩，靠外在的装饰抬高自己的身价，这又如何令我们信服？众人一听这般言辞，全都惊呆了。然而使他们更为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因为提婆抬头观看，发现天神的眼睛竟然转动了起来，而且直愣愣地注视着他，射出道道的寒光。提婆对这些外在的神明是从不信服的，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登上神像盘的梯子，爬到天神像的头部，就弯出天神的一只眼睛。提婆向众人挥挥手，大声地说道：
神明远大，非尔等所能思量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我对天神的试探，也是天神对我的考验。我得天神之心，故而剜出他玻璃做成的眼珠。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你们知道，神灵并不借助于物质，精神不依托于外形。我既没有轻慢天神，也没有侮辱天神。他就走下梯子，大步地迈出殿门。当天夜里啊，提婆就筹办了许多上等的贡品，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去天神庙祭拜。由于他是王孙啊，加之剜去神眼的举动轰动一时，所以他的名声大振。人们听说他要供奉天神，纷纷回应，就买了高级的香烛、珍贵的珠宝，贡品堆积如山，从山珍海味到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第二天的清晨，提婆就将所有的贡品送到天神庙。他抬头仰望，只见天神身高有四丈的高度，而且是完全是一副血肉之躯，可惜就只有一只眼睛，摧损的那只眼睛只剩下干枯的眼眶，令人目不忍睹。提婆一看吃了一惊，心想天神虽然不借助于外物，可是感应既如此的灵验。提婆对天神的敬意油然而生。天神把所有的贡品逐一查看了一遍，发现质量不错，数量也不少，非常高兴。天神就对提婆说，你是得我的内心，别人则只获得我的外形。你以心来供我，而别人只是以物来供我，所以知我而敬我者是你，为我而污我者是别人。提婆一听，连忙合掌施礼。能得到天神如此的评判，提婆深感荣幸，说明我过去的一些想法都是正确的。提婆就对天神十分感激。天神又说，今日所筹办的贡品可谓尽善尽美，只可惜尚没有我最需要的。如果你能把我现在最需要的东西布施于我，那才是真正的上等布施啊。提婆就回答说，神见我心，唯命是从。天神就说，我所缺乏的是左眼，若能将左眼布施我的话，就请你把它剜出来吧。提婆一听甚感意外，然而天神既然开口，提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于是提婆毅然的就剜出啊，就挖出他自己的左眼了，双手呈给天神。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提婆刚挖出左眼，一瞬间又长出一个左眼。天神伸手再要，提婆举手又再挖，就这样子从一大清早到太阳已经上升到天空上了，挖去的眼睛的左眼眶中既伸出无数只的眼睛，提婆也布施了无数只眼睛。从此以后，提婆的左眼已不再是自己原来的眼睛了。提婆经过天神的考验，天神极其满意，便对提婆说，善哉善哉，你真是无上的布施啊，你有什么愿望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提婆与天神默契的激动之中，一时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祈求。他最大的遗憾就是难以与其他人达到心灵的沟通。他在广设朱家学说，为此也拜访过许多高人，可是尚无一家令他完全满意。没有一位高人与他的内心默契契合。一方面，他也曾向许多人宣扬自己的观点，可是始终没有人回应，使他深陷知音难觅的苦恼之中。今天虽然付出了剜眼啊，就是他的左眼已经付出供养给天神了，
但他对天神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对人们祭祀天神过程中的各种礼仪规定的看法，得到了天神的肯定，说明他与天神达到了沟通。其实他对天神教育中的许多理论并不赞同，但在精神上他同天神的默契已使他感到极大的满足。提婆想了一会儿就对天神说，我只注重内心，不在乎外形，只要求精神的满足，不关心物质的享受。目前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人们不信从我的言论，若神能满我一愿，当令我从今以后言不虚设，凡有言出必有从者，唯此一愿，再无所需，恳请天神加持。天神说，这有何难，从今以后必如所愿，你尽管放心好了。当人们还在为提婆弯曲神眼的举动深感震惊的时候，提婆以左眼布施天神的事又向旋风传向全国各地。这种独特的布施弯曲神眼已经令人惊叹了，所以人们都是津津乐道。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加油加醋加盐加醋，就是一直渲染了，消息传得越来越广，离原来的事实真相也越来越远了。围绕提婆事件的流言在四国传得沸沸扬扬，提婆一下子成为国人议论的焦点。提婆并没有为这些流言蜚语所影响。有两种说法与提婆终身相伴，一是人们说提婆从此失去了左眼，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加纳提婆，就是独眼提婆。再来是人们说提婆蔑视了婆罗门教，信奉了佛教，从此以后提婆便被称为加纳提婆。此后不久，提婆真的信奉了佛教，并成为一位著名的大圣宗师。后来在斯利那迦国王的安排下，提婆再次离开首都，到北方的无畏山随一位婆罗门学习，一来让提婆暂时隐居，二来使提婆冷静下来，潜心学习，以充实自己，为将来继承王位做准备。提婆尽管对人们的议论不屑一听，也对王位继承不感兴趣，但安静下来思索一些宇宙和人生的奥义，他还是有兴趣的。于是提婆欣然从命。过去提婆在宫中随婆罗门学习吠陀、奥义书等经典，被动接受的多，自主思考的少，所以尽管学到的东西不少，但在理论的深度上并没有经过精微的推敲。那时提婆是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所以十分自负，自认为天下之大，学问不过如此。当他云游在外的时候，既了解到许多民风民俗，领略到许多奇异的风光，接触到多家的学说。提婆自恃聪明，非常傲慢，自以为是，对这些学说也没有认真的思索分辨，所以只了解到一些表面的东西。有了深入社会体察民情的实践，加之弯神眼的经历，如今提婆冷静下来读书思索，对过去形成的一些观点逐渐没有了把握了，而新出现的理论难题一个接着一个，弄得他心烦意乱，疑惑重重，弯神眼时的自信和坦然也就逐渐的消失了。
后来他来到了有一座山哦，那一座山他看到了一个寺院啊，然后走出来一位老和尚，这位老和尚呢就直接说了，施主光临闭室啊，有失远迎啊，还望海涵啊。然后提婆呢很客气的说，冒昧的闯入贵寺啊，多有打扰，敬请恕罪啊。老和尚说，哪里啊，你听到了鼓声不是在为你而来吗？因为他就听到那个寺院的那鼓声在敲，所以他就走到寺院里去了。然后老和尚就告诉他说，我叫西摩提婆啊，与施主之名有相同之处。提婆一听觉得十分奇怪，法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那这个住持啊，就老和尚西摩提婆就说啊，当今王孙啊，数载巡游，感弯神眼啊，舍得布施自己的眼睛啊，人称迦那提婆，狮子国中哪个人不知啊。提婆何时当兄就说，惭愧惭愧，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大胆妄为啊，惹天下笑话。只是他好奇，法师怎么会知道我是那位迦那提婆呢？西摩提婆不慌不忙地说啊，因为你是从山脚下来啊，数月前啊，当你到这个山下的小庙中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你是个大根器之人，也知道你会上山来的，今天你不是来了吗？然后提婆就问说，那老和尚您是？西摩提婆就直截了当说，我是这里的住持，大家都叫我西摩和尚，这个寺院是依山而名，叫做无畏山寺啊，是佛教上座部的主要道场。哦，提婆就很欢喜啊，这就是无畏山寺，因为有一首民谣都赞美无畏山哦，就是无畏山巍巍绵绵到海边，千古神仙不回还。无畏山的传说，提婆早就有所闻；无畏山寺的大名，提婆也早就知道。他知道无畏山寺在山中里，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之前住在山脚下的小庙，离无畏山寺是这么的接近，更没有想到自己是无意中顺溪而上。提婆十分激动地对老和尚说，没想到在极静的深山之中，只有这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今天有幸踏入宝地，实乃因缘天成啊。老和尚就说啊，无畏山这座道场的确是一片宝地，想当年度多钱摩尼王朝的发多钱摩尼王在此建寺的时候，瑞光频现，灵异不断，一座耆那教的陵园变成了佛教的道场，从那以后，狮子国便有了一个适应社会、革新开放的佛教教派，人们称它叫无畏山寺派。无畏山是狮子国北部的一片山地，山中溪壑纵横，地势复杂，各处之间来往不便。当天呢，老和尚就带着提婆参礼寺内的各殿堂，还有附近的各处名胜，一边参观一边谈论有关的义理、故事和传说。提婆越听越有兴趣，特别是关于伐多钱摩尼国王的故事，令他入迷。提婆随着西摩老和尚的讲述，好像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追忆往昔神游故事。发多钱摩尼国王的政绩的确令他敬佩，在那个时代里，佛教一统天下，处于国教的地位，全国上下
以此为旗帜，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佛教是当时的精神支柱，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提婆万万没有想到啊，自己为了就是因为躲避啊，就是挖那个神眼啊，眼睛后来带来的喧嚣，隐居于无畏山下的一座小庙，竟然他就顺着一条人迹罕至的小溪来到了无畏山市。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偶然，那么的出乎意料，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一处极静的道场竟隐藏着西摩老和尚这样学识渊博的法师，饱含着源自佛陀的博大精深的学说，还有那么多悠远感人的故事。提婆不禁暗叹，自己四年的外出云游还不如在此四个月的收获。多年来，提婆总感到国内缺乏真正的学人，可是今天这位十分致富的王孙终于有了佩服的对象，于是他决定拜西摩老和尚为师，皈依佛门，研读佛经，修习佛法。西摩老和尚非常高兴地收了这位特殊的弟子。无畏山寺离狮子国的首都并不远，提婆在此久住不归，引起祖父还有父亲的注意。后来他们就是派使者赶到无畏山寺，西摩老和尚告诉他们提婆已经回去宫中了。使者怀疑老和尚在搪塞他们，拿出当朝王子的亲笔信函让西摩老和尚过目，然后老和尚就微微一笑，一语双关说道，辞了，已经辞了，老衲也没有办法，你们就空手回去吧。后来他们就回去了王宫复命。因为老和尚所言，王氏的确晚来了，因为提婆已经虔诚的信仰了佛法，从思想上要拉回提婆已经来不及了。而提婆到底是不是回宫去了，佛门不打妄语西摩老和尚说的是真语，提婆的确离开无畏山是回去王宫了。然而离开无畏山并不表明他对佛法的疏远，他返回王宫也并不表明他回心转意。提婆在王宫后来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他每天呢就是跟父亲啊还有父亲啊一直在交流，可是呢祖父跟父亲以强制的手段要改变提婆的信仰，哪怕是要毁灭整个无畏山寺也在所不惜，这是父亲的想法。然而势力那家国王没有接受这种建议，因为他最清楚提婆的个性，他知道提婆是不会因外在力量的逼迫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对于提婆，他信了佛教，因为以前他是婆罗门嘛，然后国王势力那家很难过，因为他的难过不是因为他的孙子放弃了所信仰的婆罗门教，而是可能因此而失去一位最可信赖的王位继承人。他不想惩罚提婆，因为他太疼爱这个孙子了，因为提婆
在同祖父交谈时，非常有力地道出了佛法的高明和完整，以及自己改宗过程中的坦然真诚与合情合理。斯蒂纳江相信这是天意，是不可违逆的因缘，在天意的面前，他没有责骂，只有叹息。在西元2003年的雨季安居之前啊，前夕，提婆辞别了雄伟的王宫，来到无畏三世，拜西摩提婆老和尚为师，正式剃度为僧。提婆出家的消息，就像当年挖去这个神眼哈、啊、眼睛一样啊，再次向他又推向全国舆论的焦点了、啊。提婆对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研习佛法上面。西摩老和尚十分赏识提婆的勤奋和聪慧，对他进行耐心的传授和指导。自从接触到方广部的佛法，提婆被那宽广的胸怀所折服，被骂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他在心中不止一次的赞叹，这是一种伟大的教理，一种将众生引导向最高解脱之路的究竟法门。然而在狮子国狭小的国度里，方广经典不多，信奉方广佛法的人也很少，至于弘传方广经典的高僧几乎没有。佛法从印度而来，那里到处有佛的遗迹，到处有古老的寺院，还有浩若烟海的三藏经典及许多精通三藏的高僧。于是提婆萌生了复印寻理求法的想法。龙树菩萨的大名提婆早就听说过，他云游各地挂单诸事，许多人都在传颂龙树事迹，特别是龙树极力弘扬的般若教育体系，更是驰名整个南印度。有缘置身于龙树菩萨住持过的寺院，提婆自然感到十分高兴。提婆深知寻求经典的艰难和重要，龙树菩萨把大量的佛经重现人世，真是功德无量啊。龙树菩萨本来是南印度的一位婆罗门，出生于豪贵家庭，天资聪明，博闻强记，学识超群。关于他的天资传说，他还在襁褓之中时，听见几位梵字在诵四部吠陀，每部有四万字，每字32字，龙树一听就能背诵下来。人们都用8个字评价他：天聪奇悟，事不在告。关于他的博学，史籍中说他对于天文、地理、土纬、密室以及各种道术无不精通，所以年纪虽然不大，但也是驰名四方，独步诸国。后来提婆到了一个寺院，那就是龙树菩萨器重的一个弟子，法名是龙昭。他就对提婆说，
我们寺院所收藏的许多龙树求得的大圣佛经，而且有龙树菩萨本人撰写的大量论书。你若有兴趣，可以在寺院里阅读一些经论，然后再去拜见龙树菩萨，随其学习。提婆对大圣密典极感兴趣，对于龙树大师他也求见心切，所以这个龙照啊法师就对他说啊，如今归投龙树大师的人很多，但又有几人能常随大师左右呢？大师在南印度到处讲经弘法，法务极为繁忙，不可能长期居于一处，许多人执意去找，往往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也即将要安居之日了。如果你先住下来，等解下之后啊，再去黑风山寻访龙树大师，那里有一座巨大的藏经楼，其中的藏经是南印度最丰富的。提婆觉得龙照法师的建议很好，他想自己因为急于赶路，既然忘记了结下安居重要的戒制，而且寺院中有许多从龙宫中取出的密经妙典，还有龙树菩萨的著作，所以他就对龙树法师说，既然住持如此慈悲，从明日开始我就在贵寺读经，请法师随时指教。那这个住持龙照法师就说，同参共修，相互激励。提婆就在这个寺院中住下来，晨读夜诵。提婆对龙树传扬的大圣教法逐渐有了初步认识。好，我们休息15分钟。
提婆抵达了阿育王室，想见龙树菩萨。寺院的僧人已经把提婆要求拜见龙树菩萨，而龙树知道以后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提婆的大名早已传进了龙树菩萨的耳朵，特别是提婆敢于挖神岩抗议石壁，又勇于将自己的眼睛回施给天神的做法，证明了提婆有过人的智慧、超群的胆略以及坦荡自在的天性，龙树大师是非常欣赏的。只是不知提婆的思辨与反应到底如何。后来龙树想了一下，就请身边的弟子取来一个金钵，里面注满清水，然后请弟子端到提婆的面前。提婆在门口等候啊，后来就看到一位僧人端了满满一钵水走过来。提婆莫名其妙，不知是要送给他喝吗，还是另有用意。可是送水喝，从来没有听说过客人还未进门就先送水喝的礼节，还是说要拒绝接近吗？为什么又端来一杯水呢？就在提婆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那位手捧水钵的僧人走到塔院的门口，僧人将盛满水的金钵高高捧起，呈现在提婆的面前。提婆望着那盈满玉意的清水啊，他忽然恍然大悟了：水盈于钵，盐于盈于心，捧钵是水，其意何在？他立即从随身携带的行囊中取出一根很细的铁针，投入水中，面色平静，一言不发。僧人将钵端了回去，龙树大师问弟子：“提婆说了什么？”弟子如实的相告。因为提婆只将铁针就是放在水钵，后来龙树一看，禁不住赞叹啊，聪明聪明，哪里寻找有智慧的人，他就是啊。弟子就疑惑不解，师父他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他也不清楚啊。然后龙树就高兴地说啊，提婆洞察秋毫啊，细微入微啊，明晰如神啊，亮若圣人，还不快请他进来。弟子不理解，就问龙树大师说，请问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说任何话，但变异却极为巧妙，就是这样吗？龙树就激动地说啊，无言而妙变，不谋而契合，就是这样。然后弟子就举起手中的水钵，一边观察一边思索道：钵水满盈，针穿其底，一水一针啊，一满一穿，其中的玄机。龙树就进一步说啊，水这种东西能随其所处，或方或圆，或清或浊，说明它是随缘而圆融的。它又可以随其所处，弥漫无间，浸润遍满，说明它是圆满而无隙的。何况它的清澄自在更是神妙莫测。我以水充满金钵拿去示意它，表示我的学问深奥而周密。提婆投针入水，即表示不管如何深奥，如何周密，他都要像针穿水底一样一探到底。弟子一听就拍手叫绝：妙妙，真是无言之妙变啊，不谋之契会。龙树大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弟子说啊，提婆绝非常人啊，快请他进来。
龙树大师将目光投向提婆，问提婆，听说你早年信奉婆罗门教，后又改信佛教，在佛门之内经历了回小向大的过程，如今云游南印，寻经求道，刻苦修行，一定是满腹经纶，你想和我讨论什么？不妨先讲讲自己的看法。那提婆就将他几年来所学所修的体会讲出来，一来显示一下自己本事，二来也好知道龙树的看法。龙树大师静静地坐在法座上，一直十分认真地听着。他觉得提婆的悟性极好，词锋犀利，很适宜修学般若法门，只要能进一步深入研修，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于是就对提婆说，你才气冠世，妙辩空前，我龙树在衰朽的残年能遇到你这样英俊杰出的青年，诚可谓谢贫有计啊。教法弘扬天下，传灯不绝后世，就靠你去完成了，请你将坐席移到前边来，继续畅谈你那玄妙深奥的理论。后来龙树就传授至真妙义法义就是法王如来最真实最圆满的教导龙树话一讲完，提婆就急忙就赶快向龙树大师顶礼膜拜极其诚恳地说，菩萨，提婆愿一心一意地归顺于您，从今以后我会唯您之命是从，永远听从您的教导。龙树就示意侍者把他最关键的几部经书和自己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交给提婆。他告诉提婆说，我非常高兴，希望你精勤修习，何丹如来家也，延续如来慧命。从此以后，提婆就成为龙树最忠实的弟子，学习极为勤奋，修持非常用功，加上龙树大师的指点，进步很快。龙树是大圣般若学说的集大成者，在他以前，佛陀的般若法义曾长期隐没不传，后来虽然在南印地区有零星的传播，但极不完整。龙树从龙宫中取得大量经典之后，便在南印度一带广泛弘扬般若教法，才开始走向完整，流传的地方也逐渐扩大。经过龙树整理的般若教法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边是大圣中观学派。提婆体会到中观学体系中最关键的是八部缘起和十相涅槃。八部缘起是对世界的解释，十相涅槃则是对超越现实世界之后的境界的说明。提婆对中道观非常赞赏，他认为中道观下的空既不是零也不是无，而是一种不可用语言描述、不可用概念认识的实在。空与实相是合一的，中道观下的假名也不是绝对的有，而是虚假的存在。要认识空和假这两种范畴，就需要两种相应的方法。西元214年，提婆的祖父舍利那迦过王去世，提婆之父福贺利迦继承了四国的王位，提婆家族在政治上达到最辉煌的年代。
父亲的来信提婆陷入沉思之中，因为父亲虽然已经身为一国之君，可是还是希望他的儿子啊能够为了王朝的未来，他就派人啊四处打听，国王就派三位使者前往焦萨罗啊，要召这个提婆回国。然后侍者就在阿育王室住了几天，然后提婆就写了一封信，对父王提出两点的恳求。第一是慈悲为政，仁善爱民；第二是量力而行，激流之道。提婆知道狮子国虽然不大，但政治斗争历来是十分的激烈，特别是王位之争，更是残酷无情，往往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的家破人亡。狮子国的使者走了以后，提婆又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弘法事业中。后来提婆大师赴中印啊，与这个婆罗门的个摩字里啊智扎啊与安摩氏啊辩论啊，因为婆罗门啊他们对这个佛教有很多的诋毁，所以提婆大师亲赴中印。那湿婆的教法及其所具的本婆罗门教被提婆辩驳的体无凡夫啊，因为他们做辩论了，然后提婆就展示了中观教法的选旨妙义，从而取得了辩论的最终胜利。摩字里智扎对于中观法义就心服口服啊，因为当初这个婆罗门要辩论跟提婆辩论的时候说，如果你辩输啊，就是斩首；如果辩输，我斩首。后来是提婆大师，他以中观法义啊就得到最终胜利。可是他只要求说，这个婆罗门的摩字里智扎啊，你只要皈依佛门啊就免去一死，所以就接受提婆的建议，就成为了提婆大师的弟子。那他的众多弟子也都放弃了原来的信仰，就跟随提婆大师学习佛法，成为佛门的忠实弟子。因为那时候他啊，就是婆罗门的势力盛啊，他就说佛教不能再这个击这个尖锤啊，就是我们会敲啊那个我们的佛教的法器啊，击中的时候啊，然后后来因为婆罗门啊他们辩论胜利，就从来啊有12年之久啊，那个尖锤都没有敲响过，直到提婆到了中印以后，他敲响了尖锤。就跟这个婆罗门辩论就胜利了，所以这所有的婆罗门都皈依了佛门。提婆大师朝礼圣基啊，安排好啊波罗迦城的弘法事宜啊，后来又继续向西云游而去，先后巡礼曲尼城的阿育王塔，供奉佛牙的金色，杰比他国的莲花色比丘尼见佛处，大前蓝三宝街等许多著名的圣迹。提婆在恒河岸边向众人讲道啊，圣人说恒河沐浴并不能洗去一个人的罪业，要洗去罪业就必须在法语界中沐浴，这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沐浴方式。
后来提婆大师在波罗耶家弘扬大乘佛法，他必须啊在理论上要击破外道的学说，培养一批精通中宫中观佛法的骨干。于是提婆在法爪寺组织一部分啊学有所成的僧人啊，一边住宿一边向他们讲解，主要内容就是依据般若中观之法对外道学说进行破斥。几个月后铸成一部论书，共计有16品，整400诵，所以称之为400论。400论的前8品称为说法百义，主要从实践的立场来叙述教理，教导人们断除常乐我净等4种执着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烦恼，开示菩萨行的修行方法。后8品称为浪论百义，议论百义，主要开示空无自性的要义，逐一破斥各种偏执与邪见。在此论中，提婆以中观之空来破斥议论，将中观的破斥之法发展到了极点，以破为目标，以破为原则，而且是破而不立，因为立已在破之中。提婆这种破而不立的方法比龙树破邪显正的方法更进一步了。论著完成以后，提婆令弟子分头到各地广泛宣讲，于是400论很快便传遍了波罗耶家。由于提婆的论证严密，说理透彻，文辞犀利，使外道学说受到极大的打击。当外道们得知这部论书系法爪寺挂单的僧人所著时，他们纷纷找到法爪寺来向提婆大师攻击，可是无论他们如何反诘，提婆总能设法的驳倒他们。一个多月过去了，外道除了发泄激动的甚至蛮横之外，在义理的辨析上没有一个人能胜过提婆。中观之法以法爪寺为基地，在波罗耶家地区很快的流行开来。后来提婆安排好波罗耶家城的弘法事宜，又继续向西云游而去，先后巡礼，就是许多的著名的圣迹。提婆至迦毗罗卫国，不光是巡礼佛迹，也是为印证佛陀所预言，即迦毗罗国有一户大户人家，主人姓梵摩，名净德，乐善好施，儿子聪慧超群，名罗诃罗。因为是前世的累劫修福，相貌英俊，福慧兼备，将会成为何丹如来迦叶的大菩萨，成为教化万民的大教主。他决心要找到蒙佛授记的长者子。因为古树，就是这个大户人家，他们有一棵古树，生长着一朵像莲叶般大小的菌，那这一朵菌，颜色鲜艳，而且肥美又干净，质地就像木耳，形状又像玫瑰，所以大家都叫它花菌。那因为请提婆来了这户大户人家前，提婆就站在花菌前，双眼凝视，后来入定了。然后提婆一言不发，稳若泰山。
后来提婆开口说了，原来如此啊，说妙啊不妙啊，说不妙亦妙啊。大家一看提婆大师出定了，就急忙问啊，请问大师，这花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提婆就说，原来他是一位僧人啊。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那一朵花俊是一位僧人变的。然后提婆就问这一个大户人家的主人啊，就是范摩敬德啊，就问啊，几年前你们家中是否供养过一位僧人？范摩敬德不加思索的回答说，是啊，我们家几年前曾经供养过一位僧人。那提婆就接着说，只是除了您和你的公子以外，其家人哦都不愿意供养那位僧人。那这个主人啊，范摩敬德点头，是是，不过你怎么会知道呢？那提婆仍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那位僧人没有给你开示出佛法的真意。那范王那个这个主人就犹豫了，说居士不说身过，我们只管做自己的功德就是了，可是您又是怎么知道呢？那提婆就接着说，这位僧人感谢您的布施，所以他转身之后以此花俊回报，因为当初只有你们两人啊精诚供养，所以现在就有你们两位能够享用此俊的美味。因为这个主人还有儿子都供养了僧人，那其他人都没供养，所以呢这个花俊啊只要呢拿去炒去煮啊都很苦不好吃，可是只有这个主人跟儿子罗侯罗他们花俊炒出来的却很甜美。那提婆就说哈，你们只管呢放心的去摘去吃啊，这叫不违因缘啊，如法生活。他说你今年已经79岁了，再过三年啊81岁的时候啊，这花俊也就不会再长了。后来主人跟罗侯罗父子就亲自下厨为提婆大师做了一段丰盛的斋饭。然后范摩敬德啊对这个提婆大师说，今天能够得遇大师的指点明经啊，实乃三生的大幸。他就有个请求啊，希望大师能答应，我想让次子啊罗侯罗跟随大师学法修道，恳请大师慈悲收纳。而且这个罗侯罗是佛陀时代哦就有预言了，那是由他的师父龙树大师啊告诉提婆啊，以后未来你有一个弟子啊哦，那你必须去加比罗卫国哦，结果就一个因缘啊就遇到了哦，就是他的弟子罗侯罗。后来提婆回到黑风山寺啊，龙树大师正在向弟子们讲经说法。龙树大师正在开示哈，对全世的僧众开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希望你们明白，世界上从来没有超出因缘之外而存在的东西，而因缘所成的一切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就不是永恒的，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虚假的名号而已，既不执其为实，又不执其为空，这就是中道。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无住而住，住于无住，无形而行，行于无形，以此类推，可知世间空无自性，宇宙实相原本无相的真理，依此中道而观照周围的一切，自然会无有畏惧，无有颠倒。龙树大师继续讲法，过去曾多次讲过一首八部的句子：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今后你们仍然要依此记认真参悟，还有那首《实相涅槃》的偈子，
千万不要忘了，世间同涅槃不一不异。你们要变世间为涅槃，建立起人间的净土，为众生的实际解脱精进不息。龙树菩萨又继续开示：南应是般若之法重新于世的重证，可知今形势非常险恶，不但国家的支持将要失去，而且小圣当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很有道行、很有神通的大德。如阿罗汉的小圣法师会在民众中很有号召力，提婆北上弘法，破次外道经验丰富，就让他留在这里，我还有大任要托付于他。因为那时候龙树菩萨已经有年纪了，所以他就是要让这个弟子到印度各地去弘法立身。龙树菩萨说了一首偈颂啊：身现圆月相，仪表诸佛体，说法无其形，用变非身色。然后提婆就拜倒在龙树大师的脚下，极其恭敬地说：请大师说偈传法，弟子提婆发誓一定尽心护持，广为传扬，并在传与后人，使如来的妙法永垂后世，长留人间。那龙树菩萨又开始说另外一首偈：为民引贤法，方说解脱理，以于法心不正，无嗔亦无喜。提婆默默地吟诵了一遍，把它牢记在心头。龙树大师就再次地入于月光三昧，银色的光团忽隐忽现，忽方忽远，大小不定，明暗难辨，大家都不敢打扰大师的入定，只好静静地等待着。过了许久，月光逐渐隐去了，提婆上前一看，发现大师早已残退而去了，就是圆寂了。在此后的300多年，当中国唐朝僧人玄奘来南印度巡礼时候，又从当地人听到了另一种关于龙树大师就是圆寂的这个说法，说是当太子要求龙树将头布施给他时啊，龙树就在地上找了一片干燥的茅草叶子，用茅草叶子啊，就是自己割颈啊，就自尽了。茅叶就像一把利剑，使龙树立即身首异处。太子见状啊，就吓得毛骨悚然，仓皇而逃啊。因为以前有一个嬴政王啊，他都要龙树大师啊配药给他，那个就是一种延寿草药。可是龙树大师过世了，那个嬴政王也就撒手而去了。嬴政王去世后，萨达迦尼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安达罗王国的国王。安达罗就是统领着南印度辽阔的疆土，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势力呢勾心斗角，机构松散，经济困难，王国的实力就大减了。那从外部来看，长期同印度人作对的塞种人依然就雄踞在德干高原的西北部一带，不断的同安达罗发生冲突。那比较稳定的南方也出现危机，就附属在小国的独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提婆有一天就对弟子罗侯罗说啊：
自从龙树大师圆寂之后，为传承佛陀的法藏啊，重任在肩啊，可是形势突变。萨达乾尼身为一国之主啊，独尊婆罗门教，尽管对小乘佛法表示支持，但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啊，对我们大乘佛教不但不幸，而且极力的限制阻挠，所以弘法的形势非常不利。龙树大师曾经说过，树不法本则枝条难请，入主不化则道不行。每念及此哈，为师就不禁啊忧虑重重啊。然后因为他们师徒两人啊就在想啊，怎么样呢能够设法接近国王，因为只要教化国王啊，然后有立下战功啊，那国王就会听哦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两个谁说，到底是罗诃罗要去吗？然后提婆不同意，提婆说他要亲自去哈，就是入行伍啊，教化国王。提婆就脱去了袈裟，就离开了黑风山，入行伍为教化萨达乾尼国王啊所率领的队伍，成为整个卫守部队的楷模。由于提婆的带兵有力，所以威不严而令自行，德不彰而物勒随啊。战争结束后啊，国王就惊奇的又兴奋啊，国王就问提婆，你是何人啊？提婆就回答，我是一切智人。国王对提婆说，是否为一切智人要由天下人决定，本王决定为你特设辩论，邀请天下饱学之士同您辩论。提婆说，我所要立的三论是，一切诸圣中佛圣第一，一切诸法中佛法第一，一切寻求救世之道的出家人中佛身第一。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提婆不但征服了国王，而且还设伏了婆罗门教派以及其他许多外道学派，总共度化了100多万人。因为他们后来就辩论嘛，然后提婆他其实用平常又古老的三种论点啊，既然能发挥解释的圆满哦，他讲的就是一切诸圣中的佛圣第一，一切诸法中的佛法第一，一切寻求救世之道的出家人中佛身第一。所以后来就外道学派就被度化了，有100多万人。2年后，提婆就回到了黑风山，罗诃罗、摩智里、自家等这个众多弟子就为提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啊庆祝仪式。提婆就立即召集诸大弟子，分派他们到各地主持弘法道场，并将新皈依的弟子分别安排在各个道场居住。由于道场的数量大增，许多长期跟随提婆的弟子都离开提婆到外地去弘法了。提婆身边的老弟子就剩下罗诃伦和摩智里这自扎两人。提婆最器重的弟子就是罗诃罗，他随时把这位弟子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无微不至。罗诃罗也很用功，晨参晚修，精研法义，进步很快。后来罗诃罗把自己撰写的《赞般若偈》曾给提婆审阅啊，那提婆就对罗诃罗说，你抓住了般若的根本啊，般若又是整个中观佛法的根本，中观佛法则是如来教法的最高层次，是统摄全部佛法的总纲，是贯通万圈法门的精髓，只要按照这种体悟继续精进，一定会证悟如来的无上甚至，从而合担如来家业，程序如来会命，做众生之导师，为苦海之周航。
提婆大师年事已高，体质已不如以前硬朗。加之佛法大兴的同时，许多人不明白真相，认为小乘佛法才是正宗的佛陀说教。他们对大乘的敌视情绪十分严重，需要有人去澄清、去解释。于是佛教的信徒都回归无上正法。自从提婆在首都取胜以后，大乘中观佛法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提婆对弘法之事做了安排之后，便想亲引灵泉好好进修几年。对此，弟子罗侯罗是支持的，于是提婆就住到黑风山附近的一处山林中，临行只带了很少的几名弟子。然而就在提婆住到林中不久，罗侯罗派人来找，说是在南方的朱利耶国出了一位本领极大的罗汉，获得了六种神通，具备了八种解脱四方信众纷纷的皈依。安达罗以南各国都被这位罗汉的学说征服，就连安达罗国的许多信徒也都转归其门下，这股势力正在迅速的向北蔓延。朱利耶国是印度南端的三个大国之一，过去曾依附于安达罗王朝，后来安达罗王朝忙于应付北方的塞种人的侵扰，无法顾及南方，朱利耶国就同印度次大陆最南端的朱小国联合一起，从安达罗的统治下独立出去。西元241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提婆在弟子罗侯罗的陪同下，从南印度安达罗国的阿育王室出发，经过克里希纳河一路向南，来到朱利耶国。放眼望去，尘沙飞扬，满目凄凉，提婆不禁暗自叹息，外道邪法贻害百姓，小乘制度世风安好。后来提婆打听到那位神通广大的罗汉住在城西的一个佛寺，据当地人说，这位罗汉少欲知足，平时生活非常节俭，在信众的心目中是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只要罗汉说什么，他们都会绝对的遵守。提婆听人说这位罗汉在修弥勒法门，可以随意往返兜率天宫，所以只要他遇到什么疑问和无法回答的反话，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请教弥勒，从而得到解决。提婆在想，如果罗汉随时可以借用弥勒的智慧，那将是非常难以教化的。后来提婆他想见这位罗汉可是这位罗汉只要一入定一直到黑夜降临他才出定。可是提婆不生气，他要看看这位罗汉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所以罗汉一出定，提婆就陈述疑问，请求决断。提婆首先问道，听说罗汉获得了六种神通，第一神通就是神足通，有了神足通就可以上天下地出入三界，那么你可去过地狱道，可曾去过恶鬼道？罗汉回答道，那当然，三界六道我都参观过了。提婆又提出第二问，你获得了六种神通，那当然会有天眼通，有了天眼通当然可以看到六道众生在哪里，死在哪里，生在哪里，以及生活的境况，你说是吗？罗汉就回答说，六道众生生老病死，无常逼迫，众苦缠身，轮回流转，从不停息所以我随时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地狱道中的众生在黑暗中被残杀、被虐待的苦难境况，我看得清清楚楚，可见我的确是有天眼通的。提婆并不反驳，而是继续提出第三个问题，你有六神通，自然会天耳常闻蓝闻之声，三界六道众生的
欢笑歌声你可曾听到？罗汉以为提婆不懂得佛陀开示的一切皆苦的基本原则，反驳说啊，法师所言差矣啊，三界如苦海啊，六道如火灾啊，我听到的都是悲凄的哀嚎啊，无尽的怨声，哪有真正的欢悦的歌声啊？哪有实在哪有啊？实在是笑话，因为在那欢乐的歌声的背后，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悲悯啊，哀伤啊，在那笑语下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凄凉。那提婆就说：“罗汉所言有理啊。”他又提出第四个问题啊：“您六通兼备，必有他心之通，知道他人之心事，可不简单呐、啊。那么你可知道六道众生最大的心事是什么？”罗汉就回答道：“啊，不同境界的不同众生，在不同时候会有不同的心事，可是他们最大的心事，莫过于离苦得乐，莫过于对解脱苦难的追求。”那提婆又再问第五个问题：六神通中的第五通就是宿命通，你获得了六通，必然能知道一切众生在过去任何事中的一切情况。那么你可知道这些苦难众生到底在前世造了什么业，才导致如此的苦难？也就是他们怎样才能不再去造那些业，才能引导他们改恶从善，获得解脱？罗汉回答说：“因果报应自作自受，谁也不能改变这个铁的纪律。”提婆不置可否，又再提第六神通哈，问道：“六通中最关键的一通就是漏尽通，那么请问你是否真的断除了一切烦恼，永远摆脱了生死轮回？”罗汉觉得这个提婆的这个所问的话不中听啊，就略带生气哈的说啊：“那你说我还有什么烦恼？”提婆没有回答，他问完了六通后，提出第七个问题：“罗汉来往三界，进出六道，天眼常见众生之苦状，天耳常闻众生之哀嚎，深知众生祈求解脱之心愿，明了众生忍受苦难之根源。可是罗汉在满目凄惨之中，独视一己之乐境，在一片哀嚎之中，独闻无上之妙音，众生尚在苦海中挣扎，而罗汉却在这里独享清净。这样的清净是何等的污浊，这样的污浊又是何等的烦恼。罗汉自认为诸漏已尽，而这能叫断尽烦恼吗？”罗汉无法回答，只好运用神通之力前往兜率天宫请教弥勒大师。弥勒大师问明情况，为其做了详细的解释，然后告诉他说：“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位提婆，他在过去呀、啊、极其漫长的时光中辛苦修行啊，已经积累下巨大的功德，在未来的贤劫之中，他将要继承佛的位子，成为至高无上的圣君。所有这些情况你都不知道，说明的功夫还差得很远。对于这样的大师，你应该身家礼敬，奉为上座。”弹指之间，罗汉就从禅定中出来了，他端正地坐在自己的禅床上，对于弥勒大师的指教啊，他是从来啊不敢有半点马虎的。可是提婆就当即揭穿他的底细啊：“你的这番言辞啊，乃弥勒大师神圣智慧所做的解释啊。”因为他回答了提婆的第七个问题嘛，可是他所回答的都是弥勒大师教他的，因为他意扬妙意啊，婆媳为言，义理深邃，心愿慈悲啊。他说：“这哪里是你能所这个详细参究的呢？因为是弥勒大师的智慧的开示嘛。”所以罗汉就不再继续跟他这样子相抗了，而且罗汉就对这个过去自己的一个应该是他的一种自负吧，他就愧对，还有对提婆大师的敬仰，他就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十分恭敬的语气对提婆说：“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刚才讲的的确是弥勒大师的智慧所示。您旷劫修行，功德无量，深解佛法，智慧超群，我徒有虚名，修行尚差，已误了一方学人。
耽搁了众生追求解脱的心愿，从现在起我就拜您为师，请你一定收下我这个弟子。那后来提婆就要他留在原来的地方，他回小向大发菩提之心啊，上求无上智慧，下度无边众生。然后罗汉也就答应了。大乘佛法义理玄妙，三藏经典浩若烟海，所以他就接受这个提婆的鼓励啊，只要你发下宏愿啊，终究会获得结果。他说只要你深入经藏啊，就能深入唐奥。后来提婆就取出一本书交给这个罗汉啊，那这本书上面就是以贝叶就篆刻着两个大字中论。原来提婆对于教化罗汉早已成竹在胸啊，所以他就带来龙树大师所著的中论。他认为龙树大师的中论是对佛陀各种般若经典的高度总结，是大乘中观佛法的精髓所在，特别对于初学大乘的人，以此书为导引，可以更顺利地进入佛陀的大乘法藏。然后罗汉就对提婆大师说，我要在这个朱利耶找一个极静的地方修学几年，等自己有所成就之后再出来接引众生。然后那提婆大师就说，佛学大乘佛法何必离世隐居啊，大乘佛法可以在世俗中的修行啊，只有在俗世中修学才会福慧同真啊，相互促进，最终证悟无上菩提，脱离社会人群是很难体悟佛陀的无上智慧的。何况你在这一代已经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不论对于你个人的长进还是对广大众生的修行都是很有好处的。后来他降服罗汉以后啊，那个提婆大师又继续南巡复法。提婆大师对于弟子罗侯罗都是身教言教的教导。有一次他就讲到以狮子为喻的几种他提到狮子奋训和狮子奋训三昧，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威力，就譬喻释迦牟尼佛奋训其大悲法界之身，广开大悲之根门，复现应机之威力，使菩萨增长三昧之海。而这种三昧可以奋除细微无知之惑，可以出入劫极无间，远离欲界诸恶，深入诸禅妙境。与此不同，狮子游戏三昧表现了佛的无畏和自在。那提婆鼓励罗侯罗佛法是圆融贯通的，体悟了根本之理，一切法相义理均可以迎刃而解。对佛法体悟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他就勉励罗侯罗，为师相信你以后会越来越成熟。那罗侯罗呢，他也听懂了，也明白，他就说佛早就告诉我们住于狮子身内的反而吃食其肉的狮子身善虫是狮子身外的百兽更可怕的敌人。狮子虫无时无刻不在损伤着狮子，甚至在狮子命绝身亡之后，百兽尚且惧怕示威，不敢吃食其肉。可是那些狮子身上的虫呢，却还在吃食狮子之内就是还吃它的肉那提婆语重心长地说，佛法非外道能坏，身在佛门的恶比丘却像毒刺一般能够毁坏整个佛法。罗侯罗，你今生承担了护持传付如来教法的重任，所以请你一定记住，既要通过各种方便法门摄服外道的邪说，要时刻注意纯洁佛门的内部，维护佛法形象，增强自身的力量。
后来提婆哈、啊，他遇刺哈、啊，因为外道这个婆罗门呐、啊，使出哈、啊，就是说他自己被刺伤流血以后，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艰难的对婆罗门说啊：“你不必难过啊，想我提婆一生追随龙树大师啊，蒙师父护主佛法，尽享佛法的妙味，所以知道什么应该珍惜，什么不应该珍惜。”我知道你是因为狂心所骗啊，为粪毒所烧灼。我也知道我有今天乃是业报未尽啊，本该有此遭遇，万法性空，受施者实至无主，未知者实至无人，无人无主，受害者又是谁呢？以实相求，实不可得。因为本来提婆是降服了婆罗门哈、啊，那其中有一位，就是他心怀要报复之心，他就趁着提婆大师在打坐的时候，他就用刀刺伤哈提婆，那提婆就流血过多，所以就往生了。弟子们看到师父如此的慈悲，都禁不住流下眼泪。他们十分坚定地对提婆说：“师父您放心吧，弟子们一定按照您的教诲去做，成佛会命，弘法利身，行菩萨之道，证如来之果，奉实相涅槃，见人间乐土。”那提婆就以微弱的声音对大家说：“在我走之前，我还是想给你们留下一论啊，请你们用心听着。”所以后来他就将那个，就是他有那个著名的百字论哈，还有广百论啊，就成为百字论、百论、广百论，成为提婆一生最重要的三部代表作。诵完百字论，他就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众人就知道提婆大师已经残退而去了，就圆寂了。后来弟子们就举行隆重的徒弟仪式，送提婆大师往生佛国。后来他们在萨达前尼国王的支持下，相继在安达罗各地就建立大师的舍利塔，作为永久的纪念，并借此将大师的精神昭示后人。历代高僧风范效法菩萨道之例行实践，高僧风范智慧与悲心之示现，救大圣精神，以大愿与大恨为佛教，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酌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指南。我们可以肯定，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